大姐，你搁哪整这么大大火花呢？大姐夫的衣服口袋里找着呢。我大姐，哎呀，从我大姐夫衣服口袋里，那顶多算个小呲花，那呲花也是易燃易爆啊。哎，大姐，你该这么想，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啊，长得还帅。 这玩意儿兴许就是哪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夫的礼物呢？哎呦我的心呐！不是，大姐，要不你这么想，就是我大姐夫哪次出差，他不都得把自己搭理吗？这很正常嘛。哎呦我的心呐！不是，哎，大姐，你这么想，就在我大姐夫心里根本就装不进去别人。为啥？ 你这大体格子不搁这摆着呢吗？哎呀，我的心呐！大姐，要不你这么想，就在我大姐夫心里根本就装不进去别人。为啥？你这大体格子不搁这摆着呢吗？哎呀，我的心呐！不是，大姐，要不你这么想，就在我大姐夫心里根本就装不进去别人。为啥？你这大体格子不搁这摆着呢吗？家丑不可外扬。你让咱小区打听打听，就我这嘴最那啥了。前这边出事了，前这边二姐，你这手机最碎的嘴，你怎么的了？有什么小道消息吗？啊，怎么的了？前这边，哎，过来。怎么的了？找。我问你，怎么的了？如果再男人身上发现了一件女人的物品，你怎么解释？ 从男人身上发现了女人的东西，那这东西可能是他媳妇儿的呗？那要是一双丝袜呢？丝袜？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儿买的呗？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袜呢？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儿买了丝袜以后，怕不合适，自己先试了试呗。 先试了试呗。前顺范儿，说得好。哎，大姐，你这应该按我一道去想一想，你知道吗？这丝袜儿它不一定是我大姐夫的。哎，对吧？你等会儿，我大姐夫因为啥要穿丝袜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大姐夫穿丝袜啊？是大姐在大姐夫的衣服兜里发现了一双女人穿过的皱皱巴巴的丝袜。从大姐夫的衣服里发现了一双女人的丝袜啊？对呀。妈呀！我以为从我衣服里发现的呢。哎呀，大姐，这个问题我得重新回答。这个问题这不显而易见吗？从男人衣服里发现了女人的东西，这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。 他已经碰撞出了火花啊！哎呦我的心呐！发现的是丝袜啊！而且发现的是丝袜，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熊熊燃烧了。哎呦我的心呐！而且发现的是一双穿过的丝袜，那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火山爆发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，综上所述，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山崩地裂了。钱顺范，我怎么不瞎说呀？ 等着，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。这要是你，我真信。啊？去你的吧！好家伙，在我们家啊，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，什么好事都是大姐夫的，这种事儿你都能怀疑我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分析分析，你就不得不信。一般这个男人外边要是有了女人，啊，情况是这样的，哎。 回家以后，他不爱说话，为什么？他怕说多了露馅儿。第二，回到家垂头丧气，因为什么？在外边他已经身心俱疲了。第三，回到家里啊，往沙发上一瘫，什么话都没有，就一个字儿：累呀。你不管问什么，你渴不？不喝？你饿不？不吃？我给你按一按啊。可以，来吧。 你不信，准的。哎，钱顺范，你挺有经验呐。啊？我有什么经验呀？我这个人很正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电视剧里我看多了，全是这么演的。你少来吧你！啊，这，给我俩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
姐夫，你是不是单飞那什么？咋才回来呢？哎呀，累呀！哎呦，老公，哎，喝水不？不渴。吃饭不？不饿。我给你按按呢。来吧。老公啊，我问你点事儿啊，如果。街坊邻居们，你们看见没有？比电视剧里演的还过呢。赵刚子，小区哪着火了？着什么火了？着什么火了？我问你啊，如果在一个男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，你咋解释？哎呀，那俩人肯定有事儿了呗。那我再问你，如果要是一双女人的丝袜，你怎么解释？丝袜。那就是两当着说了，是吧？而且是双穿过的丝袜啊！哎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个阿米啊，是这样啊，他有可能啊，他那个买丝袜的时候他怕不合适，还自己先套上试试啊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给我套上试试来。不是你弟。这我都解释过了，钱少芬，干什么？你说你干什么了你？我怎么了？啊、你说你怎么老出事儿呢你啊？啊啊！哎，你说你每次出了事儿，我就得给你担着，我要不担着你能活吗？哎哎，不是我跟你说，但是这次这事儿吧，这玩意儿难度太大，我尽量给你合理吧。哎，你这玩意儿，你这怎么说呀？你这玩意儿怎么整的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这个东西，你这玩意儿。那个是这样啊，这个丝袜吧，这个丝袜是我的，咋的？哎呦，大姐夫，哎，汉子啊，二米，二米，大姐，我跟你说，没事啊，哎哎哎哎哎，你别哭，你哭啥呀？跟你有啥关系？人家还没事呢，二米挺淡定的，哭个啥？二米，来，坐着坐着坐着。不就是个丝袜的事吗？这不很简单吗？对吧？我的，对吧？不是啊，穿过的，穿过的咋的？不是穿过的丝袜，你大姐夫还不往兜里揣呢。呀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咋回事呢？这咋回事啊？这是？问谁呢？咋回事？我问你呢？咋回事？咋回事吧？那天，小区来了个贼。他脑袋上套了个丝袜，他脑袋上套了个丝袜，完了我上去，我一把抓住你，你戴丝袜我就不知道你是个贼，丝袜一下扽起来，然后跑去派出所，丝袜我就揣兜里，这丝袜是你大姐夫的战利品。大姐呀，就这种事儿。他都能给编得这么合理，看见了吧，大姐夫，瞬间我就给你合理。我跟你说，大姐夫，你当物业都可惜了啊，你应该当编剧去啊！你编的这个事儿都不得不信呐！哎呦我的，你太厉害了你！哎，大姐，给他摊牌，我建议把他轰出去，不让他净身出户。钱少芬，哎呦我真的我认不清，你这做人可太不地道了。我怎么地了？你出了事了，我替你担着，你怎么还这么说我呢？你我出什么事了？我哎，行，你要这么说的话啊，你这事我不给你担着。来来来，丝袜你自己穿上吧。我才不穿呢！你说，哎，我没那个毛病，你没这毛病，我没这毛病，你别跟着我。我说你穿，你穿着我干啥呀？干嘛？穿着，给我站住！怎么的？给披着啊！这丝袜就是在你的衣服兜里发现的。你的衣服？你的衣服吗？我还以为是钱少芬兜里咋掏出来的。你少来吧，你大姐夫。你还真是。我告诉你，别以后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少芬身上推。我们家炒土豆子现在很正啊。而且你再看看你这衣服，这么大，这么长，他穿上当被盖呀？啊，那能是他的吗？你还真。哎呀，
老公啊，啊，我求你个事儿呗，你能不能编一个我能信的故事给我听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大姐呀，啥时候了还听故事？我给你买本故事会去呗。我告诉你，大姐，对待这种人啊，善良那就是纵容。没错，看见了吗？啊，这个就是一只披着羊皮，不对，披着风衣的狼啊！来，你看这身你点的。哎呀，啊，你是在哪个雨夜跟哪个女人出去狂奔去了？啊？不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哎呦！你给我眼不记得是不是？啊！我给你出个题：雨夜、风衣、丝袜、狂奔，连起来做个小品来。雨夜、丝袜、风衣、狂奔，这小品也太难演了。这个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吧？说。钱顺风，哎，上个礼拜你是不是借我这件衣服穿来的？哎呦，你可胡说吧，你就我胡说。上个周一晚上你要出去，你穿了一身好西服，正好下雨，你找不着雨衣，我回来了，你说你把这脱了，把这当雨衣穿，你给穿走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？你想想，来，你呢？钱顺风，是吗？好像有这么回事。钱沈凤，原来你是这个披着羊皮，不对，披着这雨衣的短腿狼。你看看你这身泥点子啊！说在哪个雨夜，你跟哪个女的狂奔去了？哎呀，干什么玩意儿啊？跟你大姐夫这眼不记得是不是？啊？怎么的？来，给我编啊！雨夜，风衣，丝袜，狂奔，来，给我编个话剧。这编个话剧也太难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说说。哎呀，你在这儿吵吵啥呀？我想起来了，的确是一个雨夜，的确我借了大姐夫这件风衣。那天我是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去了，我带着你去的。去。啊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带着我去的。没事了。你还有功勾搭别人啊？我勾搭谁去了我呀？我那天跟同学喝酒，喝的都断片了，你还替我挡酒来着？不可能，那我怎么不记得呢？哎呀，你俩都不记得，那肯定都是喝断片了呗。啊，好像那天晚上是二驴子把你给背回来的。行了，大姐，你可别替他解了。我都喝断片了，我还能背着他回来？那我能记住咱家那哪是门吗？这有可能，老驴识途嘛。那我看看你啊，这个丝袜怎么解开？来，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不是，你让我再看看，好好看看这双丝袜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会有双丝袜呢？你这啊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嘎。你能不能把鞋脱了？别给我俩整用不着的，穿着都说明白，脱了都说明白。来，起来，坐，干啥呀？来，你脱。不是你干啥？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黄金左脚啊！我媳妇儿的左脚大拇指头比右脚大拇指头长那么一块啊！哎呀，她的袜子永远都是露个头啊！哎呀，这双袜子是谁的？那我为什么要脱了它？你那天下雨，你背着我，鞋你都脱了，你还差一双袜子呀你啊？钱顺风，怎么的？你解释得很合理。去，但是家丑不可外扬。你要干啥？你这张碎嘴巴！喝点水不？不渴。吃点饭不？不饿。我给你按摩按摩啊。进屋。我跟你们说，所有的男同胞一定要记住了，在外边再累，回家也不能垂头丧气，一定要精神抖擞，否则容易摊上事儿。